因为蛮周到的，可以打开这一部电影。开始讲话。一、二、三，耶！今天是阿北的生日。自动对焦哎、欸，把人脸辨识了。他的脸没有辨识到，是太大吗？对啊，他没有框住你，真的。那不然你去看。没有啊。妈，有对到我？那有没有哎、欸？一直对着雅丽的脸。大哥啊，大哥有对到，大哥大嫂都有。大嫂，那我也要。对不到哎。妹子，我也要。他录影的过程中也可以照相。红色这里有吗？有啦，那是对那边的。我有框框吗？我有框框吗？仲恒，不要遮住眼睛，好吧？有到这里吗？有。有啊。把它拿下来，我用手持啊。有吗？手持比较会晃啊。来啊。用手持，我录一段啊。从用新的吗？继续录，然后我把那个好。弄了，弄成那里超美。导演出门了。你可以拿那个啊，拿那里拍啊。你看这个是有拉过入吗？怎么那么小？我看看。没办法，但在拍摄过程没办法。是哦，啊。你要吃完哦，我帮你切玫瑰的，你要。这种太扁条了。好，你家还要通过。录影的过程不能动太扁条。没有，他好像没有在对我们，他是对着下面的。我们要讲感言啊，大宝讲感言，祝大哥生日快乐。一二三四，喂。
要来吃蛋糕。哦，大哥他的脚架好轻哦，下次要带他的脚架。对啊，他的脚架，他的相机也可以用吗？下次跟他借。你去吃你的蛋糕。要轻量化。我来吃这个哦。他的鞋太轻。大哥吃了没啊？他是第一名。谁要吃草莓？你们的只能吃自己的哈。谁要吃草莓？不要吃草莓，不可以偷吃别人。大嫂给你，那这个给你。我不要吃草莓。你们只是喜欢吃桑葚吗？这个你敢管吗？来，大嫂，这个帮忙。嗯。吃桑葚。桑葚。年轻的，来。可以放在包包里面，可以塞，直接塞你的包包，你看。啊，太棒了啦！好甜哦。有一个。好甜哦。重点你要什么？好甜。一斤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一斤啊！一斤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哎呀。好吃嘞！啊，短片要演一下，快照短片。哇，好好吃哦！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换周五爷，周五爷好不好吃？快！好喝。怎么会是好喝呢？人家问你好不好吃嘞？好不好吃？好喝。来，阿金好吃吗？